总统甲请教一下，我是新头壳记者林朝义吼，我想要甲问看卖，讲迄天辩论的时阵，包括讲蔡总统吼，讲到一件代志，讲，若是你违反着台中甲家内底的四部的一些协定吼，伊要求讲司法机关吼啊依法来处理，啊你来看这物件，你敢反正讲选举了后，这案件会停起，还是讲这起来就去台中甲？那咧对阿扁的政治迫害，未因为选举就结束，所以呢，无啥物人好惊的。共产党咱都唔惊伊啊，啊，搁有啥物人好惊的？过去伫内底，前后两件互甲倒来到扁案关要七年。搁较细间的楼房都大过啊，阿扁也搁会当活出来，死无去，人也毋惊过上界大啦，人也毋惊死上界大啦，啊，搁有啥物人好惊呢？搁惊讲去互因调去，我掠倒转去。去予蔡英文总统连任，伊阁叫我回笼。阿扁也等伊，但是永远无变的心，就是免来继续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台湾国家路，这才是正确的道路。麦克风不够，重新大声一点。那个总统，帮我请问一下，就是在之前你有帮那个李婉瑜站台的时候，提到说有某派系让你看不下去。那韩国瑜在这个辩论会上面也提到说，蔡总统是被新潮流给架空了。你有认同这样说法？我必须讲的，这个总统，若如果会去让人架空，啊，这个总统实在有够无路用啊，敢是？所以我并无认为蔡总统会去让某一个派系架空，但是我要讲的拄则我有小可点着，蔡英文总统第一任的法务部的部长是从来捌一个政务官人事法无之前。家己先对我宣布讲，啊，我就是未来的法务部部长。迄当时人行政院长都还更唔知影啥个，即款迫害行政伦理，向建设官屈泰山，伊做着红衫军的顾问，伊甲陈水扁是同学，甲总统是同学。伊是安怎靠势？阿扁啊，过去伫伊做部长，任内是安怎去予伊糟蹋？马英九啊，搁两部到普瓦泰山变作是三部、四部、五部，上届才到七部，差一部就天龙八部。安尼去予家己的人安尼糟蹋。我唔敢讲，这个派系甲司法有啥物关系？总是这个派系的头人洪基昌下当伫案件已经三审定谳，马上就要发加一刑，下当提出再审，下当阁翻案成功，你去问法官，看有这款的例无？所以我唔敢讲司法。去让某一个派系来主导控制，我嘛无证据讲这个派系来咧绑架咱蔡英文总统，但是咱会当讲的，就是甲司法界的关系确确实实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阿扁也会这么惨，咱这嘛有关系，谢谢。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刀子发言人啊，定下叫我问问题啊，啊，我咧足歹势，哎，即马总统已经豁出去啊，
啊，我有一个问题伫个心肝内，就是讲吼，蔡英文啊，甲民进党已经过半，迄个啊，哪会直下这个问题啊？这是卡伫倒，请总统稍说明一下，蔡英文哪会不爱甲你直下？谢谢。你问我，我要问谁？所以现在问总统，不是问阿扁。但是我会当引用中间一句话：十年前，2009年9月7日，蔡英文主席甲美国的新任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见面的时阵，司徒文问蔡英文主席讲：“对着阿扁啊，去予人关起，你有啥物意见？”伊讲：“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对他来讲，有政治的算计在内，但是把阿扁关起来对民进党有好处，因为党内人士说阿扁还有影响力。那如果他没关起来，去让他每天打卡面拍拍照，他的支持者会形成另外一个的世代，所谓的党内人士之说，敢是甲拄只大家所关心某一个派系有关的，我无证据。谢谢。总统现在支持统一是叛国吗？这个民进党立委那个林静怡，他去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这个的专访啊，他提到说，如果是支持统一的话，恐怕会构成叛国。不过他今天也立刻闪辞了这个那个民进党现在蔡英文竞选总部的发言人，你怎么看？我会感觉讲讲安尼，就有较超过啦。吼、哦，伫阿扁啊总统任内嘛是同款。阿扁啊，为啥物第一届遐少年议员做无煞就去用官，为着防个倒台？咱咧追求100%言论的自由，不管你主张台湾独立。爱有自由，你主张中国统一，这嘛是爱尊重你的权利。所以呢，有关统独对着政治主张无同款，在台湾民主多元的社会，拢总爱受到尊重甲包容。虽然你袂当赞成，你袂当同意，但是你袂当讲只有我主张会达到，那别人的政治信仰是唔对。我感觉讲这是非常重要，所以那如果讲因为接受统一，安尼叫做叛国，这点我未能赞成，因为这违背宪法言论的自由。谢谢。那我知道很多记者、媒体朋友还有问题想问，不过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记者会是不是就到这边结束？那也谢谢各位媒体记者朋友来参考，谢谢。